很开心又要去台南的海港城吃饭，因为在居家附近，所以说是这边过去。那今天是家庭聚餐，就陪同妈妈一同去用餐。海港城绝对不会吃回本，我们带着喜悦的心去用餐喽。今天到海港城吃饭，7点半就可以用餐了。谢谢。这就是海港城。先拿了生鱼片，老习惯，先吃鲑鱼。芥末酱。吃还是鲑鱼、三文鱼比较好吃。这是旗鱼。他这边的旗鱼有筋，那筋没有断的很好。吃完了，看起来是香鱼。两斤大斤的慢慢吃。我有带他们这边没有的工具啊，吃螃蟹的。玩具不要玩具。带的吃螃蟹的工具，他这边只有提供钳子。这个哇，很好玩。可是这螃蟹看起来好怕怕。他的螃蟹不好吃，怕怕，还满心期盼要来吃螃蟹，都是空壳，不忧。螃蟹真的不忧不推，花了大概没带手表，不能告诉各位说花了多少时间。现在拿过来一点。筷子是沙拉吗？我是这些的，这些的。筷子呢？油鸡。好的，好吧。去拿了牛排，外加一块鸡肉。老板，带一点，这看起来应该5分熟。海港城的那个黑胡椒就是好吃。蓝配角。牛肉真的很好吃，去倒了白酒，白葡萄酒，人家是用那个高脚杯，我不要。哦，葡萄味好重，有点酸。
没有单宁味，去拿了比较特别的，我看到这个是雨来菇，外加油鸡好吃，这个油鸡真的好吃，那还拿了蜜汁火腿，那腌制的泡菜，这小黄瓜还有泡菜，拿了一个香肠。要配小黄瓜，它香肠嘛，要搭配，它的那香肠要配小黄瓜，对不对？蜜汁火腿。看到中间这个中间有雨来菇，小男主角用高脚杯用酒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他用酒，我用这个人家都不知道是喝酒，不过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你跟我坐好了，我拍你一下好吗？看到没 ？Hello， 自我介绍快点，给你自我介绍一次。小心不要撞到头，来先吃饭。好了，你先吃饭，我不拍你了。还有什么？油鸡。吃了牛排，吃了油鸡，吃了香肠，吃了煎一遍，差不多饱了。他这边最拿手的就是这种煲，蟹脚煲。然后没吃过就看看测试。你在干嘛？你要在？对面的阿鬼要看一下。不要，我这次我吃这个。这是假的。臭假的。阿鬼看一下，比个耶。你这样脸臭臭的不好看的。点心是客家人甜的。好了。没有这种客家人。好了。好了。不懂什么叫食物结合的。这边我觉得，那个海港城最小气的是什么？这个生蚝。一次只能拿两颗，真的很小气，两颗会吃坏肚子哦，不会吃坏肚子，阿奎说会吃坏肚子，不会，这个搞不清楚，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很贵的东西，好了，不提了，继续吃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要过来吗？你又好了。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随便你比，你怎么比都没关系。来态度。来录影。好的，以上是阿周与家人在海港城用餐的情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